李永康分局为例，日前拄啊将帮派嫌犯逮捕，全力侦办组织犯罪以外，疫情期间也刷到夜市等人潮聚集的所在，配合宣导防疫规定，拢是加重环境的勤务。为了消停加鼓励即群警察同仁，台南市校园关爱协会结合六华美食交流协会、泰式料理以及赤坎糖所共同关注的餐饮加碰饼破手礼。28号陆续到了分局，相当澎湃。这次疫情呢，因为大家都辛苦，尤其是警察同仁是最辛苦的，都要跑在前线。刚好我们桂和泰式料理这个机会，表现自己的小小爱心，给他们警察同仁也感受到我们也有在支持他。我们赤坎糖之前都在捐赠那个捐血活动，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跟着。台北贾永杰哦，就捐赠了十几个医院医护人员。那后来我们想说，那个警察同仁啊，消防人员也是需要被关心的，所以我们这次来永康分局。会长分局长嘛，代表以致敬感谢中，除了感谢所有企业的爱心餐点，互因充满元气，嘛强调疫情期间打击犯罪勤务无受影响，更是加强服务市民。跟民间的社团。他们里面来到我们分局，为我们第一线的辛劳的防疫的警察同仁来打气。那虽然我们现在的防疫的这个警戒从3级已经慢慢降到2级了啊，针对各方面的防疫措施，我们从不来松懈。我们希望借由我们警察跟我们事务的相关单位的合力，来保护我们每一位台南市民有关这一次疫情的整个安平安的度过。让这个有关这一次 COVID-19 的这个疫情，能够带给我们一个良好的经验，就是大家能够团结合心，我们齐心来抗毒，让这个疫情能够远离我们台南的境外。也加强调，虽然只是一份爱心餐点，不过却是对警察表达上大的支持加肯定，也期待社会早一天解封，恢复正常生活。电视新闻，君子采访报道。